好，君君收工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君君，你今天整个人状况很棒哎。对啊，我最近状况也是非常的好的。你用什么大牌的粉底？你今天妆很服帖。没有，我没有用什么大牌粉底，但是我最近用了一款非常好用的洗面水，洗完之后呢，可以让肌肤不用上化妆水也可以服服帖帖。 就是这一罐洁颜精华露，它是法国品牌美丽佳人的哦，而且它是唯一市面上完全不含一滴水的，最符合人体肌肤含水量的洁颜精华露。它洗完啊，可以让你的肌肤一直保持在最佳状态。一般市售的洗面乳呢，通常都加了界面活性剂，但这款不加。 它依旧泡沫起来非常的绵密，因为呢它加了氨基酸，它的成本啊差了10倍，洗起来依旧是非常的温和，不伤肌肤。我不用太用力，它马上就可以带走脸上的脏污，因为呢它里面包含了77%的浓萃精华，里面还有27%的保加利亚玫瑰，还有50%的三重氨基酸，重点是它还有品牌精华液才会添加的恶劣酵母，改善暗沉均匀肤色，修复你的受损肌肤，特别是针对那些医美术后以及敏感肌非常的好用。它洗的时候呢，非常的清爽，而且闻起来会有淡淡的玫瑰香味，感觉好像是用精华液在洗脸一样。 洗完真的超舒服的，而且完全不干涉。你们看，奔泡肌就是这样来的，看起来我的脸是非常水嫩透亮，而且摸起来非常有弹性哦，感觉好像把所有的水分都锁在肌肤里面，好像上了一层浓浓的精华液一样，摸起来非常的柔润滑顺。 它还有4层的修复机制，为肌肤打开全方位的保护，而且它还保留了成分的活性，可以让皮肤更好吸收。最重要的，它还采用了维生态保养，可以让肌肤维持平衡。以前我的脸上啊，容易长一些小小颗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而且毛孔非常的粗大。但是我持续用了它之后呢，感觉每天洗脸好像在做脸一样。哎呦，是不是暗降哦？哎呦，这个漂亮的妹妹啊！ 刚才我在旁边看你用那个洗脸啊，洗得粉干净，而且还可以保养皮肤啊。我马上帮你洗个半脸，让你体验一下。哦，我也可以啊。嗯，Of course。哎，我说美女啊，刚才啊，你讲的粉多都是一些专业名词。叶发姐年纪大了，躺不是啊。 你可不可以再简单跟我介绍一下了啊？这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可以轻松的洗去你的脏东西，然后可以修复你的肌肤，保湿与提亮肤色，4种愿望一次满足。哇，真是粉厉害耶！洗的时候呢，好像上了精华液啊，一边保养一边帮你洗脸。好了，怎么样？感受一下。哇，哎，就喜欢了，就是粉干净哎，而且这个皮肤啊。 粉嫩又粉亮，好，我说这个洁颜精华露啊，这就是太适合我了，是不是？你好，人美心善良，谢谢你的礼物，先帮你按自费，好，先不要按这样，拜拜哈，谢谢你的礼物，谢谢。你这洗一半。